汤唯，私底下我们对他有一个爱称叫汤汤，其实他心里面是有童心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俩就在这儿站。大高个儿就跳着就走了，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觉得汤唯真的好可爱。休息的时候，他可以跟那个小孩子玩的特别欢。我们对着看谁的风大。这就不高，我自己。这个也是看来你演戏也挺牛的。你的风大，最后还是你赢了。他是从大屏幕走到电视剧的吗？其实是蛮不容易，因为要跟上电视剧的节奏。他是很尽力很努力，他的体现的这个人物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。没有豁出去的百姓，男人被杀，女人被辱，孩子被挑在长矛上做玩物，这就是长生天教你们这么对百姓的吗？